放开我，放开，岂有此理，放手啊，发火你以为我是病？放手。这位八婆找死啊，信不信我一巴掌就凶什么呢你，我讲多少遍了你别整天跟个黑社会似的，你知道我多尴尬是不是？小姐你没事，你看看你的脸多假呀、啊！叶先生造孽，怎么会生了你这个儿子？想赶我们走，我们还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谁报的警啊？电话没打就来人了。王局呢？王局？王局的名字是你随便叫的吗？无所谓了，总是帮我把这帮刁民全抓了。除了这个女孩。警察做事要你教啊？你知不知道我爸是……哎，文少，文少，不如我们先走吧。走什么呀？那包东西啊。东什么西呀、啊？这包东西怎么在我这儿？哪个是叶建文呢？抓住他！还想抓我？别抓我呀！快看黄飞鸿！小子，睡梦罗汉拳有没有兴趣啊？你要是不学，起码施舍一下啊！什么鬼地方，连信号都没有。不会吧。